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今天想要介绍的是一个叫做 AutoDraw 的网页哦。那这个网页呢，大家可以去 Google 就能找到。那这个网页有什么特别的呢？据说它可以把我们画的丑图用 AI 修正成一个好看的插图哦。听起来很神奇，对不对啊？我们马上来试一下，它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哦？那应该来画什么好呢？我先来画我频道 logo 上面的小熊猫好了。啊，怎么是蓝色的？哦，我在画的同时呢，你们看，它上面就有图案在跳了，应该是在猜说我在画什么样的动物吧？小熊猫长什么样的？这边有两个白色的，这边也是白色的，然后还有两个眉毛在这边，再来呢，眼睛。鼻子，很多人呢，好像都把我的频道 logo 以为是浣熊啊，还是狸猫之类的，其实是小熊猫，不要认错，是小熊猫，也不是狐狸，还是狸猫。嗯，这样他应该认得出来吧？我们再加个身体好了。太好了，这边有个上一步，我们来画小熊猫。站起来威吓的样子吧，小熊猫遇到危险的时候会站起来，用这样子呢来吓跑对手。然后我们再加个小熊猫才有的尾巴，嘿，因为呢它会用 AI 帮我们修好看嘛，所以我用滑鼠。简单的话，他应该就猜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吧？等一下，我已经画好了。这个是猫咪吧？我画的时候，它上面跳出来这个，这个是猫，不是我画的，不是猫，是小熊猫啊。这个应该是豹吧？没有小熊猫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没有画这个，我的小熊猫怎么会变这样子？也不是这个样子啊，狐狸。该不会这个 AI 里面也不认识小熊猫吧？这个像是浣熊，这是浣熊吧？这不是小熊猫？糟糕了，连这个 AI 也不认得小熊猫，这是浣熊啊！这完全就是浣熊，浣熊才有那个黑眼圈哦，像眼袋的东西啊！他资料库没有小熊猫。哦，我好难过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个 AI 不行哦，他不认识小熊猫是谁，我们只好再换一个目标了，好不好？那这次呢，我来画猫吧。刚才呢，我画小熊猫有跑出猫的图案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只是画猫好像又有点太无趣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画。动森的猫咪好不好？看动森的猫咪，它能不能认得出来啊？看动森的这个，受到大家爱戴的，戴着安全帽的猫咪，这个 AI 呢？有没有办法认出来他是谁？要画身体吗？稍微画一下身体好了。这样的。一。我来看看在 AI 里面有没有搭载动森的动物图鉴了。来，尾巴这样子。好，有啦，他还是认得出来我画的是猫咪啦。虽然不是阿姨哦，但至少他认得出来我画的是猫咪。哦，这次应该有成功吧？为什么又是这？这跟我刚才画的是一模一样的吧？没有，这次有熊猫跑出来，这次选项也有兔子，
哦，那表示我这次画的蛮精准的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后面有这些东西？我画的阿姨有像这个吗？如果阿姨她不认识的话，那我再来画一个可能普遍大家普遍上来说大家比较认识的角色，这样子他应该就会认得出来了吧。身为一个一部控哦，来画个一部应该是难不倒我的。嗯，然后伊布的胸毛很重要，来用滑鼠画一画就好。哎，伊布的后脚长什么样子？是这种兔子后脚吗？糟糕，他胸毛被我画的有点像雷伊布哎，怎么办？他的身体，这样子吧。来，然后一部很重要的蓬蓬尾巴，哦，应该认得出来这是一部吧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鹿？不是吧？我画的那个耳朵像是脚吗？龙，哦，好帅啊，好帅啊！一部是比较接近龙的形态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么多鹿？怎么又有这个？这个到底是什么？你是谁啊？电风扇？兔子对吗？至少长耳朵应该要像兔子才对啊！前面出来的那些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个至少有比较接近嘛，龙虾。糟糕了，我们目前呢这样子挑战好像都没有很成功哎，怎么办？我们来画看看，不是生物的东西好了，不是生物的东西应该它就比较精准一点吧。我来画看看脚踏车好不好？脚踏车应该是长这样子吧？脚踏车很难画嘛，它构造很复杂，这边一个坐垫。然后这边轮子，这边也有个轮子，然后这边有个链子，脚踏车就长这样子，脚踏车差不多长这个样子吧，这样子，他应该认得出来这是脚踏车吧？哦，他认得出来耶，哦，你看，他就帮我修正成一个。比较好看的脚踏车了。哦，也看起来也像机车，是不是？不错啊，不错啊，这个成功哎，所以不要画生物是不是比较好？这边还有这个像韦氏牌的摩托车哦，推土机，好哦，反正看得出来是车子就是了。那如果来画一个人类的话会怎样？人，这样子简单的头发、脸，我们来看看他会不会把我修的比较帅一点。嗯。看起来就是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头画太大，没有空间画脚了。好，这样就画好了，来看一下。我画的算是人，可是这个看起来像个 king 就是了。
可是应该没有画胡子啊。你怎么又出现了？这个角色怎么一直出来？我等下来画看看他，好不好？我把他的样子记一下。我等下来画他，我看是不是就会跑他出来。欸，不是啊，怎么没有一些人类的迹象呢？机器人。不是是啊，我画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啊。安全帽，为什么刚才画阿姨的安全帽的时候这个没有出来？欸，根本没有人类的要素啊，还有汉堡。不是吧，不是吧。然后接下来我要来模仿一下，我来画这个东西。它大概长这样子吧。这样这样。然后这样子吧。帮它有脚。然后它的手啊跟它的脚都有尖尖的。眼睛，那个嘴巴尖尖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不是吧？我都照那张图画了，为什么会跑出北极熊？这是北极熊吧？我刚画的看起来像熊吗？怎么前面选项都是熊？仙人掌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子吧？哎、欸，刚才那个角色都没有出现吗？哦，有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画的不像吗？我刚画这个、啊、还是嘴巴画的不够大？好，那最后呢，我再来画看看，画什么好呢？不然我们来画个大象，要不要画个大象好了？他应该认得出来吧？有吗？有大象吗？没有。哎，怎么又是熊？我画的是大象哦，有大象吗？没有大象吗？没有大象，为什么是手把？哎，这是什么图案呢、啊？我觉得呢，这个 Otojo 呢，它的资料库需要再稍微的加强一下、哦。怎么可以连小熊猫都没有呢？总之这个网站呢就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玩看看啦、啊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